说到有趣的想法，胡桃这家伙绝对能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意见。我看第一站就选在这里吧。哎呦，是不是有人叫了本堂主的名字？哎呀呀，原来是派蒙和旅行者，还有香菱。对哦，怎么把你给忘了？别有所图的口吻，是不是有事相求于我呀？胡桃，我问你，你喜欢吃什么菜？吃什么菜？突然这样问我，还真答不上来。胡桃居然也有说不上来的时候，真不得了。再怎么伶牙俐齿的鸟儿也有休息打烊的时候，很正常吧？我也是这样啊。鸟儿能用打烊休息来形容吗？是啊，不用想得那么仔细，告诉我你喜欢的菜就好，我在做民意调查呢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是要出新菜了？那可先说好，不要做太奇怪的东西啊，水煮鱼配虾饺什么的就够了。水煮鱼配虾饺，不是很普通吗？普通却也不普通，你想想，水煮鱼热辣飘香，此乃冻菜，这样的菜配上一份虾饺，虾饺就成了静，明白了吗？冻，哎，冻的菜我会做，史莱姆环，不是那种冻啦。菜肴虽是事物，也有其独有的氛围。你看水煮鱼，红辣，对眼耳口鼻均有刺激，谓之冻；虾饺则是晶莹剔透，鲜香纯雅，谓之静。冻静搭配，正如才子佳人一般，相得益彰啊。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歪理，但又很有道理的样子。动静相宜，相得益彰。我倒觉得其实是要荤素搭配，咸甜互补的意思吧。正是，只不过正餐里未必有甜食，谨慎如我就将甜食的部分略过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听起来很像胡说八道，却很有启发。哎，不愧是胡桃，谢谢你啊。论胡扯，说书先生都比不过胡桃呢。也好，我就当成夸奖收下了。啊，果然还是你懂行嘛。天地万物，生老病死，咸甜香辣自有其方圆规矩，懂的懂了。既然旅行者也这么说，我就把这条纳入考虑了。那么这边问的差不多了，下一站就去布布炉吧。布布炉？相信那里的人会给出非常有趣的答案。啊，是你们，怎么了？看来你们今天不忙呢。哇，白竹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喂，看脖子。哦，原来是长生在说话。几位今天是来抓药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们是来闲聊的，想问你们一些有关饮食的事。是我要参加厨艺比赛，想请两三位，想请三位说一下自己喜欢吃什么样的菜肴。嘿嘿，小丫头嘴倒是挺甜，这个忙可以吧？喜欢吃什么菜？都一样，都没味道。七七的味觉有点问题，尝不出菜肴味道，还请不要介意。没事的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但就算是这样，七七应该也会有偏好才对。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感觉的菜。感觉，触感，触感，有的，凉凉的，喜欢椰奶。椰奶是饮料，没法参考呢。你们呢？有什么想法吗？对我来说，容易入口的肉菜都不错。长生说的，我也同意。来抓药的人里不少是老人孩子，大块的禽肉和海鲜对于他们来说难吞咽又难消化，若能将菜肴细小化，
倒是好得多。此外，有些人染了风寒，咽喉抱恙，吃不了太重油的食物。单从食补的角度说，我会推荐他们吃些汤水较多的菜肴。比如说药膳。药膳不喜欢。抱歉，是我思路太偏门了。最近抓药的人太多，忍不住想的多了些。非要说的话，还是近期天气变化所致。倒也不是没有参考价值呢，适合时节老少咸宜的菜肴的确是个好选择。药膳比家常菜更讲究调配平衡，虽然我平日做菜不侧重药，但这次是参赛，考虑味与效的搭配，应该能为菜肴加分。有内涵，一定会更好，大家都喜欢。是很有用的建议，谢谢你们。没关系，能帮得上忙就好。大夫的角度就是不一样，大受启发呀。过奖过奖。很能听取建议，看来你是个好厨子。香菱她最喜欢研究做菜了，全部心思都花在上面呢。嘿，人都有些爱好嘛，我的爱好就是做菜啦。不过平时都是一个人动脑，这次有了新思路，应该会有不同的产物吧。说明这一趟没有白跑，太好了呢。好，接下来再去找别人问问吧。问过思路奇特的人，从民生角度出发的人，下一步就去问问那些口舌挑剔的人吧。何以？嗯，旅行者、派蒙还有香菱，几位，许久不见了。哟，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地上还有一块好大的石头。说来话长，总之我希望先明确一下，这块尚未明确来历的石头就由我来着手处理了，你们二位没有异议吧？客情办事向来雷厉风行，交给你我就放心了。这话说的是不放心我的手腕啊？客情不管风吹雨打都在外面跑，跟你大不一样吧？哼，再说你又不在乎这事儿，计较什么呀？开个玩笑而已，你倒是打蛇随棍上，数落起我来了，把人家旅行者都给晾在一边。怎么会呢？几位想知道石头的事对吧？那就请大航海家北斗船长为你们介绍一二。这女人，哼，也好，块头挺大的石头对吧？表面还很光滑，看着就像是里头有什么宝贝。这东西是渔民从浅海区捞上来的，瞧它的样子应该是在水里沉了很多年，被冲刷成这样。不能被私有的东西只好交给公家了，放在我们这儿他们也能安心些。石头里有什么呀？刀枪棍棒都试过了，劈不开也打不碎，这块石头绝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。刀枪不入的石头听起来就很厉害。客情意外的很在意这块巨石，便交由他处理了。这些稍后再说。旅行者，你们来这里是要找谁吗？哦，我们找你们所有人。该不是出了什么天崩地裂的大事？不是啦，被派蒙说得太夸张了。哎，其实我就是来打听一下你们对吃的偏好。吃？好突然的问题。我的口味很简单，精、简、纯、细就可以了。这叫简单？四个字就能概括我的要求，不简单吗？到海上待几个星期，保证治了你这身富贵病。北斗姐呢？我啊，新鲜热菜都行，能加点辣子就再好不过了。下酒菜如何？当然好。我的话果然还是海鲜。海鲜热菜精简纯细。不一定哦，旅行者，你知道金丝虾球吧？是我最喜欢的。做这道菜得把虾仁洗净剔线，包在切得极细的土豆丝里，
放入油锅炸制而成，是不折不扣的功夫菜哦。外观精巧，香味醇厚，摆盘固然简单，所用到的技巧却很精细，很符合宁光小姐的四字概要。原来做菜的真意也是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，万变不离其宗。正是，金丝虾球兼具了美感与口味，是极有价值的菜肴。明白了，柯晴最喜欢金丝虾球。我没那么说吧。问到就好。好，三个人的意见都收集完毕了，谢谢你们，我会认真参考的。对了，旅行者派蒙，你们之后有安排吗？我想请你们随我一起调查有关这块石头的事。术业有专攻，我们就是最好的搜查专家。没错，于公，我们七星有责任给渔民一个交代，于私，我也有些想要查证的事，所以我会请上最好的帮手亲自跟进此事。逐月节的大概由来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，不过呢，我个人对这个传统节日有些其他见解。我的祖父是研究离月传统文化的学者，他在笔记中写道，古离月有过一位灶神，人们似乎会在特定的时节纪念这位神明。记载灶神相关的典籍本就稀有，文本内容也十分混乱，一些学派认为灶神就是阎王爷，一些则指出灶神另有其人。更有一则民间奇闻，据传古人曾找到过灶神的神龛，然而其中没有神像，仅有一块表面光滑的巨石。巨石在后续运输途中丢失，至今下落不明，而这块石头恰好有着同样的特征，或许就是当年失踪的那块。祖父研究古籍多年，提出过一个假设，对灶神的纪念可以被称为灶神节，这一节日或许正是逐月节的原型。而求证此事需要查明灶神的真身，如今帝君仙逝，离月进入人质时代，我等作为后人应当像帝君一样重视文化传统，所以我想这件事理应由我来办，既能核实历史，又能发扬传统，还能顺便验证我祖父的推论，一箭三雕。这块石头送来也有两三天了，它出现前我们刚定下今年的逐月节主题是石，说不定这也是冥冥中的天意。好有担当，不愧是柯晴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是要办正事对吧？不用介意我的，毕竟我只是……等等，我想到了。什么？突然大叫。柯晴，你们要调查的话能不能带上我？可是既然是调查灶神相关，说不定途中会有与烹饪美食有关的线索，能为我参加厨艺比赛提供灵感。拜托了，请带我一起去，我会帮忙的。既然你这样请求，好吧。真的谢谢你，你真好。那我们差不多出发吧，听人说清册庄有不少古籍旧书，我想先去那里打听一番。明白了，先去清册庄。若心奶奶，我们想请教一些事，清册庄里有没有古籍呀？要很老的那种。要找古籍吗？我想想啊。那边有一间旧仓库，是属于飞云商会的，里头有许多家中堆放不下的书本，他们家小少爷有时还会过来看书呢。飞云商会的小少爷，是说邢秋少爷吧？原来是他家的仓库，那我们去看看吧。救命啊，有贼。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，快去看看。
今天是惯例打扫书库的日子，没想到会遇上贼人。你没事吧？多谢各位，我没事。瞧您的打扮，是旅行者吗？还有这位是克勤小姐。哎，幸会幸会。打扰你了，我们听说这间屋子是飞云商会的旧书仓库，来此是想请教你们这里是否保存着与灶神有关的古籍。灶神？我听人说灶神就是阎王爷吧。咦，是吗？以前听搞研究的朋友提过，做饭用的炉火是靠着炉灶燃起来的，而炉灶是用石头堆砌而成。有人认为这是阎王爷的恩赐，便认定阎王爷就是灶神。嗯，竟也不无道理。其他还有什么相关书籍吗？您这样问我，我可能得问问少爷。有什么要问我的吗？重云、行秋。啊，你们好呀。你们两个怎么都来了？闲着也是闲着，想来这里看会儿书，就拉重云一起过来了。啊，我只是个陪客而已啦。玉衡客勤也在，看来几位是有什么要事。行秋少爷，冒昧请问一下，你这间书库里有什么与灶神相关的古籍吗？我亲手整理过仓库，对里面的书有些印象。若没记错，书库里有本《离月神话拾遗》，提到过灶神。方便借书一阅吗？啊，当然，不嫌弃的话，请让我带路。阿生，这里我来招待，你去忙自己的吧。他们出来了，怎么样，找到相关内容了吗？嗯，行秋少爷记性当真过人。离月神话拾遗里确实有关于灶神的记载，只是书中写其形如龙，长尾蔽日，其爪撕火，受人以炙，凡人得此馈赠，以火烹食，民生良善。其形如龙，与阎王爷的传闻很一致呢。对，不过相关记载也只有这么一段，想知道更多还得继续调查。书库中没有其他信息了，恐怕得另寻明路。我家是方术世家，也藏有不少古籍，听你们说灶神我稍有印象。传说他曾在龟梨集现身，但真假如何就不好说了。书是人写的，人怎么想书就怎么记载，每人想法不同，书中记录字也不同，可惜我们没法帮上更多忙。啊，这些足矣。离月地大物博，存在过的事物肯定会留下痕迹，只要持之以恒，定会有所收获。多谢几位，我们再去别处找找。哎，等等，我也有话要问。行秋、重云，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对食物的喜好呀？食物？难道你要参加那个厨王争霸赛？对呀，干嘛一脸惊恐的样子啊？香菱，姿势体大，你可千万不要拿奇怪的东西去参赛。什么叫奇怪的东西呀？应该是指那些史莱姆华野蘑菇之类的菜。史莱姆华菇的口碑确实一般，所以我开始调研了，想做些更有说服力、更具魅力的菜品。这样的话，我喜欢凉菜。是因为重云不能吃热辣的食物吧？确实是这样，没错。我口味偏淡，爱吃清淡鲜美的菜品，上汤食蔬，蒸煮河鲜海鲜，炖菜，诸如此类都不错。符合我对行秋的印象呢。哦，又一个清淡派，我记下了。我们说的都是些个人喜好，而且各不相同，这么杂的意见真的能有帮助吗？有啦，你们都是我的食客，给食客带来笑容就是厨师的使命嘛。香菱在研发菜品方面时常剑走偏锋，但她的心思从来没有变过。能做出好菜的厨师
一定是像他这样非常纯粹又纤细时刻的人吧。怎么突然夸我呀？哎，都不好意思了。哦，抱歉耽搁大家，我要问的都问完了，我们继续调查吧。柯晴，下一站去哪儿？方才说到灶神曾于龟梨集现世，龟梨集如今已是一片鲜有人迹的旷野，附近有间望舒客栈，可以到那边打听打听。各位，恕不远送，祝你们一切顺利。加油啊，要是遇到麻烦可以回来找我们帮忙。走吧，下一站望舒客栈。看到言笑了。旅行者，还有这几位是？是我们的朋友香菱、锅巴还有客情。客情是璃月七星那个。你好。不，我这种小老百姓还是第一次见玉恒星这样的大人物。看他健康的身躯，有力的手腕，淳朴的眼神，一定是个好厨子。几位大老远过来望舒客栈，有什么需要吗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。据传灶神曾出现在龟梨集，望舒客栈是这一带历史最悠久的完整建筑，附近若有古籍多半会被送至此地。请问这间客栈是否有藏书库，里面有没有关于灶神的内容？哎，说到这个，我们店里是有不少年代久远的书册，我还在里头翻过菜谱呢，就是得想想放哪儿了。这样吧，我去找找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哦，对，旅行者，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需要付钱给你吗？咱们谁跟谁，哪能收钱呀？我就想问问，你们要是闲着没事儿，能不能帮我做一道满族沙拉？为什么是满族沙拉呀？你们知道客栈楼顶有个人吧？就那个长得很俊，个子不太高的小伙儿。你小声点，也不怕被他听到。反正你们知道是谁就成。老板让我多照顾照顾他，可他呀，每天餐风饮露的，忒难伺候，除了杏仁豆腐就没别的爱好。听老板说你给他做过一道满族沙拉，他挺喜欢，你看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道菜，我也好做给他吃。居然是要做给肖吃啊，你们对他还不错嘛。人生在世，对那些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能不好吗？那我去去就来，等着我啊。快去快回。有劳你了，旅行者。您请。非常感谢。趁客勤看书的时间，我们去做满族沙拉吧。香菱，你怎么打算？虽然很想学，但大家都有事要走开的话，我留下来陪客勤就好。那我们走。你们坐，我在边上看着就行，看一遍多半就能记住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嘞，我学会了，谢谢你。步骤都记清楚了吧？当然了，怎么说我也是附近最好的厨子呀。我们去问问客勤和香菱看得如何了。客勤、香菱，我们回来啦。菜做完了，刚好我们这边也看完了。咋样，这书有用没有？有，而且关于灶神的记载令人意外。书中写道，西北200里龟梨集之所在，其上多聚落，民众围猎种植，耕织为生。灶神临时，其形化衣为多，高若孩童，如星斗落地，散入万户助其生火。民得此火，知热食，餐汤饭，烹熟肉，跟璃月神话十一中的记载完全不同，而且互相冲突。化一为多，意思是灶神不止一个。看字面意思是这样没错。散入万户助其生火，灶神真会亲手帮忙做饭吗？好一个亲民的神呢。
目前有两条互相冲突的线索，我们该信哪一边啊？还得多做调查，再下定论。谢谢你的书，言笑。哪里哪里，您客气了。倒是旅行者帮了我不小的忙啊，平时没少麻烦你们，今儿刚好我有空，想请大家吃点好吃的，你们看能不能留下吃顿便饭，也好让我尽点心意。哇，这个人很自信，我喜欢自信的厨师，能做出好东西，我想尝尝他做的菜。旅行者，我们试试吧。盛情难却，如此也好。言笑，期待你的手艺。哈哈，您就瞧好了。望舒客栈的顶层，视野极佳。不知道少爷还能再……大家来这边坐，熟门熟路的样子吗？我坐这边，郭板也一起。落落落，落落。来喽，各位点的菜都上齐了。哦，闻着香味就知道他会是我的好对手。太香了太香了。真想不到一间不以饭菜为卖点的客栈，厨子手艺竟有这么好。住店也好，打尖也好，谁不想吃顿好饭呢？咱们开的这店名义上是客栈，实际上啊样样都要有，才能让人宾至如归嘛。各位慢用，我先去忙了。言笑，你会参加今年的厨王争霸赛吗？嗯，莫非你也……对，我会参加，而且会努力进入决赛。言笑，你做的菜很好吃，我非常期待与你在决赛碰面。哼，有意思。好，到时候见。刚才那是宣战吗？更像是棋逢对手吧。嗯，他真的是个好厨师，做的东西好吃，菜肴中所展现出的为人也很踏实，这样的人会是个好对手。自从与清泉镇的布洛克小姐对决之后，我还没怎么跟人过过招呢。嘿，哪里哪里。啊，锅巴，你在干什么？他吃的是……你怎么偷吃客勤最喜欢的菜啊？嗯，我的金丝虾球。哦，而且吃的一个都不剩了。哎，不是跟你说过在外面不能这样吗？对不起客情，我会赔偿你的。没关系吧，再叫一份就好了，今天专吃言笑的。不一样不一样，当下想吃的那份菜没吃到，就算换成其他东西也怎么都弥补不了那种情绪。美食是一种情感、食物和气氛三合一的东西，缺一不可。确实，这么一说，还真是非常精准的评价。我陪你，客情，你有什么想吃的菜、想要的食材，有吗？无论是什么，我都会帮你弄的。嗯，虽然不抱什么希望，但让他为难也不是我的本意。果然，还是给个台阶好了。既然如此，有样菜品想麻烦你帮我试着做做看，是我祖父笔记里留下的老菜谱。没问题，给我看看吧。嗯，等回到璃月港我拿给你。旅行者，吃饱了吗？先回趟璃月港吧，我要回去取一件东西。我得回家一趟取笔记，稍后就在万明堂会合吧。好，那我也先去准备一下。旅行者你呢？是四处转转还是进来休息一下？刚好我有些事要跟他说，你先忙吧。嗯，好。旅行者请过来一下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跟香菱相处？客勤居然会为这种事感到困扰吗？很奇怪吗？干嘛用那种表情看我？因为客勤看起来很自信又很能干，感觉什么都能做到。怎么可能啊，香菱她对我一直很热情，
尤其是这次他也帮了我的忙，我们可以说是朋友吧。总之我不太擅长应付太过热情的好心女孩子，旅行者请教教我吧。是吗？谢谢你，那我们一会儿见吧。柯琴他刚刚是不是挺不好意思的？看他平时的样子，完全没想到他也有应付不来的人呢。我们来啦。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收拾收拾东西，看看有没有要补充的食材。哇，现在就要开始问吗？怎么了？不是你要问吗？居然丢给我。是这样的啦，刚才在望舒客栈，我们发现你跟客勤相处很融洽，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朋友？对啊，客勤性格好又好相处，大家都喜欢跟这种类型的人来往吧。你真厉害，我第一次见客勤的时候还以为来了个很难对付的人呢。会吗？我倒是从第一次见就觉得他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啊。刚才在客栈他还偷偷喂锅巴吃好吃的，你们没注意吗？我们肯定知道他人不错啦，只是在说第一印象嘛。第一印象？你们吃过海贝壳吗？海贝壳也很难打开，但烤完非常好吃啊。贝壳是见了不少，烤来吃好像还没有过。那下次我烤给你们吃，反正客勤就是那样啦。第一眼或许难以接近，稍微熟悉一点就能发现他温柔的一面。再说锅巴可是偷吃了他点的菜，他还愿意照顾锅巴，我很感谢他。原来如此。喂，我发现香菱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呢，是因为这样才从一开始就黏着客勤吗？胡萝卜和螃蟹都还有剩，火腿蘑菇也有。不知道客勤会给我什么菜谱呢。啊，外面突然好吵啊，出什么事了？哇，好大的鸟。啊，是那个女人。放肆，哪个女人？本仙有名有姓，流云界风真君是也。流云界风，这名字好像仙人呀。不错，念在你这小姑娘眼力尚可，就不计较方才的冒犯了。旅行者，许久不见了，看你的模样是在为逐月节奔波。哈，连大名鼎鼎的旅行者也被叫来参加逐月节，今年的主题果真不容小觑。是说石与山河吗？没错，逐月节期间各种食材均已成熟，正是享用美食的大好时机。看你们把节日办得有声有色，本仙绝不能闲着。论美食，论烹饪，本仙的功夫与巧思不输任何人。特此献事，便是要让世人瞧瞧本仙的新机关烹饪神机。机关烹饪什么？机关烹饪神机是什么东西啊？急什么？本仙只是来打个招呼，到了时候自会让你们开眼。尤其是你，旅行者，你在食之仪式上也算是有些眼界。本仙希望届时你能到场为本仙助威添彩。这是点名邀请对吧？哼，心中明白就好，说出来作甚？话已带到，市井之地不宜久留，静候本仙的消息，不见不散。真是个来去如风的女人，不是仙女，不是仙鸟。刚才那只鸟好像是位大人物，还很会做饭。没错，她很喜欢美食。都挤在这里做什么？仙人已经走了。客勤回来啦。让你们久等了。香菱，这是我祖父写在笔记中的菜谱，原册不便带出家门，我誊写了一份给你。不过
菜谱是祖父从古籍里看来的，那些书年代久远，常有缺损，所以菜谱上也有几处缺漏，不知道要不要紧。哦，我先看看。嗯，啊，啊，待会儿我先研究一番。有劳你了。啊，那个，大家都在呀、啊。这个声音是……抱歉打扰你们谈话了，我刚好也来这附近买东西，发现骚动，忍不住过来看了一眼。流云界风真君吗？刚才我也看见他了，居然直接出现在街头，好一位雷厉风行的仙家。客勤小姐，你也见到他的话，啊，能借用你一点时间吗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了，甘雨？有加急药物吗？不是的，跟工作没有关系。我想问的是一些私人问题，可以吗？私人问题？不应该啊，我最近没有出现任何办事不妥的情况才对。可以吗？我真的问了。哦，我看流云界风真君似乎在这里停留了好一阵子，请问他有跟你们说我小时候的事吗？你小时候的事？完全没有啊。哎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他总是聊着聊着就跟人说起无关的话题，我怕他会不会也跟你们说那些关于我的无聊闲话。只字未提，你不用担心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柯晴居然完全不好奇那些让甘雨在意的八卦是什么吗？啊，请不要说。当然了，我既不好奇也不会打听。甘雨有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，他人自然不该过问，事关礼貌，本应如此，不是吗？正气凛然呢，把我都说服了。柯晴，你，我明白了，谢谢，你果然是温柔又贴心的人呢，跟我想的一样。突然说这种话，真是的，你快回去忙吧。说的也是呢，各位，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先告辞了，还请大家多照顾客勤。喂，你，好的好的，包在我们身上啦，谢谢你们，那么回头见。别听他的。大家，我刚刚想到一件事，刚刚看到那位真君我才想起来，这个灶神会不会也是仙人呀？啊，有可能呢。我不敢断言是或不是，但可能性确实非常大。那我们应该去找仙人打听，我想大师傅或许能帮上忙。大师傅？意思是你的老师是仙人？嗯，他就在玉金台，我带你们去找他。大师傅。哦，香菱来了。香菱的师傅是平姥姥，这可真是没想到。大师傅，您老人家最近还好吧？好得很，各位今天居然有空来看望我这老婆子呀。您好。大师傅，我们有事想请教您，您知道灶神吗？灶神当然知道了。莫非您认识灶神？这么说来，哦，最近是竹月节了呀。原来如此，你们是要打听灶神的事吗？是的，最近发生了一些事，我们正在追查。这样啊，巨石出现，所以你们展开了调查。各位猜得不错，我的确认识你们口中的灶神，不过
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竹月原是仙家典仪，离月的人们不行仙事，却也效仿此仪，借竹月之名演化出多个节日。月色美丽的日子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喝着美酒好茶，尝着美食佳肴，庆祝团圆之喜。后来燕王帝君为纪念一位友人，将这多种节日与竹月一词统合起来，借天观地，以月为誓，一古思今，团圆喜乐，是为竹月节。帝君，灶神对离月贡献颇多，帝君向来重义，借此时节追念故人，也是一番情意。我猜那些节日中，也许就包括曾经存在过的灶神节吧。帝君向来注重传统，可惜从今往后，传承传统的事只能由我们这些后人来完成了。可晴啊，万不可看清了自己。后人中能有周全之辈在意这些传统仪式，帝君若有之，一定倍感欣慰。谢谢您。客卿大人。嗯？客卿大人，宁光大人请您移步一叙。宁光找我，看来有要事。各位，我先失陪一会儿，如果我很久没回来，可以到宁光那边找我。走掉了。客卿办正事的时候表情好严肃呢。你们想不想知道帝君的那位友人是谁？想。还是那么敏锐。天下本就没有那么多巧合，失传的节日，从前的朋友，当然都是一件事了。灶神同样是我的好友，只可惜因为一些原因，灶神早已不在，同时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。怎么这样？无论对谁，那都是一件憾事。不过魔神是不灭的，我们曾约定过，等到土地恢复生机，灶神或许会以某种方式重回人间。真的吗？哎，那就好。大师父一定也很想念灶神吧？我觉得您说灶神的口气，像是在说一个很要好的朋友。是啊，从前种种，实在令人怀念。说起来，这件事居然是客情在查。那孩子很执着，对自己认定的事会全力以赴，看得人都精神了，真想助他一臂之力。可惜我不能直接说出答案，因为这一过程对他非常重要。客情的祖父也研究过灶神，客情到底是他的孙女，这些故事啊，就让继承了谜题的客情亲自去追寻吧。平姥姥居然认识客情的爷爷？当然，离月的大家都是我的老朋友了。那会儿啊，他爷爷也就像他这么大，还是个年轻人呢。他们祖孙俩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凡事都认真坚持，又勇于实践。离月就像我最宝贝的盆景，我亲眼看着它越来越美，越来越繁荣。转眼功夫，又一代人长大，真好。枝头有新花，树才能长青不老啊。各位，你们以石头为线索进行调查的想法完全正确，那块巨石就是失落的灶神像。关于灶神的秘密，
全都藏在其中。我也想看看那块石头，请带我过去瞧瞧，说不定看看就水落石出了。各位，刚想着派人去请你们，你们就过来了。可卿，巨石可有什么变化？石块一角出现了裂缝，但还不能分辨里面有什么。咦，被人偷偷砸坏了吗？应该是自然产生的，我们的刀枪对它不起作用。怎么裂开了呢？这是因为民间种种都是灶神的力量来源，做饭的热气，团圆的欢乐。你们大家加把劲儿，相信很快会水落石出了。灶神，灶神，看书上说是掌管吃饭的神明，石头裂开，难道是因为有人在拼命做饭吗？神像会汲取民间的力量，假如灶神主掌火与烹饪，莫非人们做菜时的心血会传递给灶神像？今年竹月节的主题是我和宁光指定的石与山河，最近所有打算参赛的厨师都在认真筹备，派蒙的猜想不无可能。而且竹月节期间很多人回家吃团圆饭，最近到处都很热闹，人一多节日气氛就更旺盛啦。离月一热闹就能让石头裂开，那是不是等热闹到一定程度，石头就会完全炸开呀？肯定错不了，对吧大师傅？不妨一试哦。嗯，此事与烹饪有关，再好不过了。本次厨王争霸赛会采取室内预选、室外决赛的方式，届时大家都能来现场观看决赛，气氛一定没问题。等决赛结束，我们就能看到灶神的真面目了，对不对？确实有这种可能。我已经报名厨王争霸赛，应该能帮到你哦。嗯，像你这么厉害的厨师一定能杀入决赛。听到厨艺比赛，我肚子都饿了。好期待，要是一觉睡醒就是决赛该多好啊。我们来啦，旅行者派蒙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我顺利通过厨王争霸赛的预选啦。真的太好啦。随便露了一手就通过了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今天还有事要麻烦你们呢。我试着做了一些菜品，想请大家试一试，给些意见。旅行者，你要先来一口吗？对，再说我们经常吃你做的菜，可能不太客观，保险起见，多找几个人试菜比较好啊。好主意，我想想，第一个想请他试菜的人是北斗姐。北斗确实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，那赶快去找他吧。这会儿他应该在码头上，我去把菜装进食盒，我们到码头看看。找到了。北斗和星燕在一起呢。北斗姐，星燕，打扰你们了吗？香菱，来得正好，我们刚刚才聊到你。北斗姐说让我俩有空一起去船上玩，兄弟们都很想我们。你们几个关系真好呀。是啊，北斗姐和星燕都是我的老客户了，我有时会去北斗姐船上帮厨，星燕最近也说要去船上演奏呢。好的音乐就该大家一起分享，有空你们也一起来玩啊。哦对了，我入围了本届厨王争霸赛的决赛，刚做了一些预备拿去参赛的菜，能不能请你们试吃一下，给点意见？好啊，刚好下酒。嘿，正好饿了，快让我试试。芙蓉鸡片好好吃啊。这么好的菜拿来下酒，我可真有福气啊。
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性格都好开朗啊？不过这里一共三道菜，芙蓉鸡片、来来菜、水晶虾，整体口味好清爽啊。能用清爽来形容这三道菜吗？我们这些老在海上漂的人可没那么多选择，平日里行船要是走得远了，口粮都得省着吃，所以啊，一回到陆地上就想吃些味重油重的热菜。北斗跟宁光小姐的口味根本完全相反嘛。是啊，北斗姐的口味跟我和香菱比较像。宁光，别提那女人了，唉，我跟她口味差太多了，吃不到一个碗里。可上次看你们聊天，总觉得你们关系很好呢。势均力敌也算是一种平衡吧。虽然我对她的开水白菜实在无话可说。我懂我懂，开水白菜上流是上流，可它看似精美，实际上无趣得很，哪像有些菜一放进嘴巴就有爆裂的感觉。心燕，你也觉得这几道菜清淡了吗？比起清淡，我觉得似乎缺了点节奏。没错，这几道菜美则美矣，但要拿去参加比赛或许差了一点气势。节奏气势，做饭也要这些吗？节奏气势，节奏嘛，香菱肯定明白。不过我只对音乐内行，做饭可远不及他。我的建议你随便听听得了。不，心燕和北斗姐说的没错，节奏气势，对，是这样。我下厨的时候也在想，虽然是全新搭配，但好像少了一些一锤定音的东西，少了那种临门一脚的感觉。他好像很受启发，可厨艺和音乐真有共同点吗？啊，完全不懂你的意思，总觉得是在欺负我。好，我有改进的方向了。哦，好像很顺利呢。放开胆子尽情尝试吧，你这么厉害绝对能拿第一的，整个林月港哪有比你厉害的厨师啊，是吧北斗姐？怎么说，香菱也是我最看好的名厨，被我北斗看上的人放眼天下都没有几个。嘿，我会加油的，谢谢你们。那你先忙，我和星燕去船上一趟。香菱，你刚才找的人口味都偏重，哎，没关系吗？要不要再找个口味偏淡的问问？说的也是，北斗姐喜欢重油热炒，星燕能吃辣，的确应该再问问。口味偏清淡的人，旅行者，你有推荐的人选吗？谁呀谁呀？对啊，居然是那个人，我们又要去望舒客栈了吗？什么什么？谁呀？一个上次你差点见到的人哦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好像说过只要喊他名字他就会来。不过喊名字真的能听见吗？要不然我们找个僻静点的地方试试好了。好，我们三个轮流喊。哎，我也要。我先来。香，好像没有反应。我再试一次。香，不会吧？难道他不肯来？所以，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答应你们，一叫他就来。好像不是我们，而是跟我们这样啊？那你来试就好了嘛。太萌，真是的，就爱凑热闹。好吧。什么事？哇，真的来了！你叫了我的名字，对吗？答应你的事，我会做到。一眨眼就出现了，不愧是仙人。居然是仙人，
你叫萧是吗？你好，是我拜托旅行者叫你过来的。我叫香菱，是个厨师。我入围了本届厨王争霸赛的决赛，赛前做了些菜品，想请各种口味的食客尝一尝。食客？我也算。嗯，旅行者说你口味偏清淡，是我需要找的人。可以的话，想请你尝尝我做的菜，给点意见。既然是你的请求，好吧。太好了。怎么样？能吃吗？不要勉强自己哦。味道不错。真的？天哪！仙人表扬我做的菜好吃，老爸知道了会不会哭啊？你精于此道，令我想起一个厨师。那个人能做出充实心灵的好菜。你也是。你们都是高手。你说萧讲的这个人会不会是言笑啊？非要说的话，两道配菜风味对我而言偏重了些。若是稍加修改，能成点睛之笔。个人意见罢了，不必挂怀。参考与否，全看你。配菜，我记下了。谢谢你，仙人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回见。没想到他真的来了啊！你说，我们现在再叫他，他会出现吗？我开玩笑的嘛。旅行者太萌，经过两轮试菜，我已经有想法了。那就好，不枉我们找了三个人。趁现在有灵感，我先回去再试几次。谢谢你们啦。对了，决赛会在御金台举办，千万记得来看哦。你也加油哦。一定。真期待呀。真耽误事。所以说他们的工作明明昨天就能做完，为什么要拖到今天？哼！欢迎大家来到本届璃月厨王争霸赛决赛现场。我是受组委会邀请担任本届大赛公证员兼主持人的燕飞。是燕飞，他居然也来了。本届厨王争霸赛由璃月七星主办，多个单位承办，分为预选和决赛两个阶段。来自璃月各个地区的参赛选手首先进入预选流程，各显神通，最终决出的两名最强选手将入围本日决赛。稍后决赛就在此地，就在各位面前进行。作为公证员，我仅代表组委会与全体璃月人民对本届决赛进行公证。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场评委。评委分为场上评委与场下评委两部分。场上评委共三位，分别是天泉宁光小姐、玉恒客情小姐以及资深美食家天叔。除了这三位，组委会还会从在场观战的人群里选出十位品尝选手制作的菜肴，并进行投票。也就是说，场上场下共13位评委，13张有效票将分别投给2位选手，得票高者就是今天的冠军。哇，有模有样的呢。下面就是万众瞩目的选手入场环节，有请两位。站在左边的是本次参赛选手，迪花洲赛区选送种子选手，刀下生香快刀厨侠言笑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言笑也进决赛啦！不过怎么搞的，他看起来好紧张啊。言笑，拿出本事来，你是老板和掌柜的骄傲呀。啊啊
哦。站在右边的是本场参赛选手，璃月港赛区选送实力王者，急火如雨妙手厨娘香菱，以及他的神秘帮工伙伴，不知道谁。是锅巴啦。大家好，我会加油的。请两位选手跟着我宣誓，作为入围本届厨王争霸赛决赛的选手，我将全力以赴，公平地完成比赛流程。作为入围本届厨王争霸赛决赛的选手，我将全力以赴，公平地完成比赛流程。作为入围本届厨王争霸赛决赛的选手，我将全力以赴，公平地完成比赛流程。而我也将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见证本届决赛。接下来，有请评委宁光小姐宣布本届决赛的对决主题。感谢各位专程来到本届厨王争霸赛决赛现场，我是天泉宁光，我代表主办方为本届决赛提出的料理关键词是露水之宜。石与山河，露水之宜，跟这次竹月节的主题好配啊，既有土地又有水流，感觉很高深呢。规则很简单，胜者为王，参赛菜品可以投评委所好，也可以凭本事争取场上所有人的心。那么期待两位的表现。本届决赛料理时间为1小时，双方使用主办方提供的各色食材完成菜品制作，没有问题吧？我宣布本届璃月厨王争霸赛决赛开始。快露一手，让大家知道你的厉害。旅行者派蒙，谢谢你们来看我比赛，放心吧，我会尽全力做出最好吃的东西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，老规矩，先把火点起来。开锅了，开锅了。削提过，配菜可以适当清淡，与主菜拉开距离。扣三丝本就清淡，配菜和配菜的质感最好也别。香嫩椒椒鸡是今天的重头戏，不用犹豫，按照大家的建议加入少量胡椒来提升整体风味吧。烟硝它状态好像不太对。来来来，啊，锅巴！请等一等，场上似乎发生了令人惊讶的事件。香菱选手携带的那位神秘帮工似乎去帮对手了。评委团，请问这件事是合理的吗？虽然事前已得知这位神秘帮工是香菱小姐的伙伴，评委团也知晓他们两位一体的情况，但这样的情况到底是……我不反对，再说那个所谓的帮工也没有出手啊。哈哈，
年轻人的赛场总是精彩纷呈，老头子我呀，看着就是了。主持人，我来说明一下吧。本届决赛开始前，组委会已对两位参赛人员进行调查，可以确定双方的参赛形式及行为并不违规。香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，他身边那位所谓的帮工其实也是香菱的伙伴和家人。香菱的菜都是由他一人亲手制作的，只是偶尔用到这位帮工点火。以香菱本人的厨艺来说，使用帮工点火与使用柴禾点火没有区别。在座各位的忧虑我理解，帮工作为在一旁跳着神秘舞蹈给香菱选手打气的存在是有一些突然，但此刻他也同样转向颜笑选手为颜笑打气，恰恰证明了这位帮工毫不偏心，既鼓励己方也鼓励对手，他是一名公平的协助者。是啊，锅巴不是我的外援，锅巴只是喜欢看人做菜，我想他肯定是想帮颜笑消除紧张才过去的。我可以向各位保证，锅巴不会干扰比赛，倒不如说要是颜笑不能正常发挥才是本届决赛的损失。我曾在望舒客栈吃过颜笑做的菜，他是个非常厉害的厨师，我希望能与真正的他堂堂正正决出胜负。原来如此，当真有趣。天叔，你怎么看？没有意见，他们两位能有这么公平的竞技精神，着实令我敬佩。组委会与公证员均认可此番说明，比赛继续。颜笑，你没事吧？我也不知道咋了，特别紧张。哎，你瞧我这手抖的。放轻松呀，我也有过这种情况，我教你。你在心里默念绕口令，或者回忆你的老爸。老爸？怎么这么具体啊？因为我就会回忆我老爸。来来，那我回忆我老妈好了。哦对，你快去忙吧，我没事儿，总不能因为我出了问题就耽搁你比赛。哼，耽搁不了，我都做完了。啊？那我可不能说。对对，就是这种气势，你不是很能干吗？拿出本事来，颜笑，你上回做的菜可好吃了。我，对，没错，我可以的。香菱，还有这位，总之谢谢你们，我这就开工。来，时间到，两位选手都已完成各自的料理，下面请两位选手将菜品送至评委席，交由评委们评赏。根据完成顺序，先请香菱选手介绍她的料理。我的菜是主菜香嫩椒椒鸡，配菜扣三丝，点心水晶虾，料理题目是露水之宜，包括了海陆两大区域，也就是说瘦肉、禽肉、鱼虾都是可选食材。我的主菜香嫩椒椒鸡是禽肉与辣椒的组合，绝云椒椒长在山间，是高山的精华，禽肉则是天空的馈赠。扣三丝的食材也用到了禽肉，另外还有火腿和竹笋，同为山中韵味，辣与鲜，热与凉，两两相配，能与椒椒鸡遥相呼应。至于这道水晶虾，原料是稻米、虾仁和胡萝卜，薄透的外皮裹着胡萝卜丁与整只鲜虾仁，爽脆细嫩。虾仁是海的馈赠，被稻米制成的外皮紧紧包住，海陆融合，鲜味调出微甜，由它来作为整个菜单的尾声再合适不过了。好一张漂亮的答卷，接下来颜笑选手请发言。我的菜是鲜跳墙、凉拌薄荷、金丝虾球。就像香菱说的，露水露水自然是大海与陆地，飞禽走兽、鱿鱼钱虾，我所用的素材也都在这个范围内。鲜跳墙是璃月名菜，我作为望舒客栈的厨师，也一直把这道菜视作本店的压轴保留大菜。这道菜工艺复杂，用料讲究，用到了熏制的火腿、螃蟹、鲜虾仁和松茸，它就是我的主菜，代表我对我的工作与这次比赛的敬意。配菜凉拌薄荷爽嫩清甜，搭配鲜跳墙的重鲜浓香刚刚好。金丝虾球则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道经典菜，喝完浓香醇厚的汤，来一口虾球，嘿嘿，别提有多快活了。
请评委开始试吃。非常厉害，两边的菜都极费心思，巧妙又美味。我想再吃个金丝香，不是，再品味一下双方的手艺。香菱选手的构思很有意思，居然以凉菜为主菜，非常大胆。这道香嫩椒椒鸡非常独特，菜虽是凉拌，里头的辣椒却翻炒过，内有余温，嚼在口里是辣中带热，热中带脆，还带些许胡椒味，妙极呀！线条巧妙不可言，口三丝咸鲜得当，口味高级，也是上品。水准颇佳。场上三位评委，请稍作思考，将你们的选择写下交给我。此外，组委会选拔出的场下评委也正在参与评审，有幸吃到菜品的各位，请独立判断并投票。可恶，怎么没抽到我们？他们为什么不请我做评委啊？我对吃很执着，很精通，错过我是他们的损失。虽然这世上有那么多厨师，会做那么多美味佳肴，但对我最好的人，果然还是只有你嘛。各位久等了，现在投票计票工作已经完成，结果已返还到宁光小姐处。有请宁光小姐宣布本届璃月厨王争霸赛的决赛结果。我宣布，本届璃月厨王争霸赛的冠军是。以一票险胜的香菱选手。哇！哎，追得这么紧。果然。哎，我就知道。经过激烈的角逐，本届冠军诞生了。璃月港赛区的香菱选手以一票之差险胜迪化州赛区的严笑选手。比赛虽有胜负之分，两位得票数却如此接近，可见无论哪一位都是很得人心的优秀厨师。感谢你们的倾情投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璃月老乡，感谢你们的关注与观看。我以公证员身份宣布，比赛结果公平有效，本届厨王争霸赛完美落幕。感谢各位的参加，下次再会。请大家有序离开赛场，不要忘了随身物品哦。我们也过去看看吧。严夏，这次是我赢了，不过我可以吃一口你做的菜吗？好啊，我也试一下你做的菜吧。哇，真是人间美味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这道鲜条酱真好吃，咸得我都要流眼泪了。哈哈，你喜欢它，说明你是个识货的好厨子。不不，我家也是小饭店，我非常理解。民以食为天，食文化就是因为所有食客而存在。永远别小看民间菜啊。哎，嘿嘿，我听人说你是出了名的奇思妙想，做的菜高端又特别，没想到也是小饭店出来的老手。哎，高手果然就该在市井街巷里。嘿嘿，你不也是吗？客栈的厨子永远心系食客，难怪能做出那么好的菜。你真是个好对手，等有机会我们再来切磋吧。下次比赛时，我们都要比现在更厉害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旅行者、派蒙，久等了。刚才的菜你们吃到没？气死我了，不要提这事。怎么没抽到你们呀？没事没事，别生气了，回去我再做给你们吃。啊，真的？太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刚才主办方让我和严笑去登记收货地址，听说他们准备了极品食材套装和奖金，之后会送货上门的。我得走开一下，一会儿再来找你们。走掉了呢，看他开心的样子真好啊。
说起来，克勤刚才跟着宁光小姐一起走了，应该是去处理比赛相关的后续，去找她问问神像的事吧。你在这里啊？你们来了。怎么你看起来有心事呀？旅行者，我遇到一件棘手的事。这次比赛，我把我那一票投给了颜笑。克勤是在为没能把票投给香菱而烦恼吗？不，作为评委就该公正。这一票是我仔细思考后做出的决定。问心无愧，香菱是我朋友，于情于理我都该跟她坦白这件事，但你也知道我的想法终归只代表个人立场，香菱作为参赛选手未必能理解我，我又不擅长应付那种性格的人。哎，真不好开口。我倒觉得没关系啦，不用在意说辞，香菱一看就不会介意那些，再说最终她也赢了呀。你们在这里呀、找了我好半天呢。香菱，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怎么了呀？我祖父说过，若以食为赛，必应随心。就是说，为饮食而起争端或竞赛时，应当把票投给自己更在乎的一方。这件事应当顺从本心，不受外力影响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祖父的个人看法。可我确实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，所以我虽然是你的朋友，却还是把票投给了颜笑那道心跳墙。对呀、怎么了？我就是喜欢吃金丝虾球，不行吗？看你一脸严肃，还以为怎么了呢。没关系啦，我一点都不介意。克勤做的只是投票给自己选择的一方，完全没问题啊，本来就该这样，否则比赛不就不公平了吗？你会特地告诉我这一点，是担心自己作为朋友不够意思吗？怎么会呢。我说过嘛，我就是特别欣赏克勤这么认真的地方，因为对如今的我而言，不带着坚持的意见就没有意义。追求舒适是新手做的事，我早就不是新手了。从今往后要做的菜，要走的路，都会比现在更具挑战。我很需要你这样的朋友。倒是克勤你，实在是太有责任心了，有时真的不用那么在乎责任。你是七星，也是你自己，跟朋友在一块儿不需要考虑那么周全。你知道宁光小姐就是这样的吧？北斗姐跟我说过好几次，她和宁光可熟了，她俩还会在船上赌棋。宁光小姐可是很敢玩的，不会端着身份与架子，你也学学她，该放松时就尽情放松吧。旅行者，香菱。对了，不能在这里傻站着，我们还得去看看造神像的情况。呀，差点把那个给忘了，快去看看。变化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比赛那么热火朝天，难道说那场比赛没能让造神像苏醒吗？看来还是没有缘分吗？对，反正已经花了挺长时间，也不差这一会儿。
是吧，香里？嗯，还有时间，再等等吧，我们都陪着你呢。说起来，克勤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之前你跟我说的那张菜谱有眉目了。大师傅在比赛前来了一趟，给我补好了菜谱上的字哦。我现在可以做这道菜了，我马上找地方做给你吃，你等着我。香林，对了，旅行者也一起来，可以吗？啊，香林这家伙才战胜炎笑，现在就要挑战我们了吗？才不是，你不是很喜欢收集菜谱吗？我看你出门在外四处旅行，多半很需要这道菜，才想跟你分享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们把人家想得太坏了。好，现在倒知道拍马屁啦。看我干什么？不是要去做菜吗？快去啊。上的成品吗？快点把它交给克勤吧。我也做好了，一起回去找克勤吧。我们回来啦。嘿，我和旅行者的饭都完成了，来，趁热品尝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，是这个表情，我，这就是那个味道。啊，失礼了，香林、旅行者，谢谢你们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味道，非常美味，而且不可思议，我好像回到了跟祖父一起的时光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刚才没来得及说。其实啊，大师傅给我补完菜谱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道菜我以前就会做。以前就会做的意思是没有菜谱也会做？嗯，老爸教过我这道菜的做法哦。可是这道菜不是克勤从他爷爷笔记上看来的吗？关于这道菜，我想祖父应该不是菜谱的原作者。我的祖父是璃月著名的土地业大亨，也是一位学者，他酷爱搜集古籍，对很多失传的璃月传统文化也颇有了解。童年时，我常陪祖父在书房读书，跟着看了很多典籍，还和他讨论炎王帝君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，这些古籍又有多少可信。祖父说，书仅仅是桥梁，带我们走向历史，至于你问的那些，就是我们作为后人该去追寻分辨的事物。祖父去世后，我长大了，成为了七星的一员。自那时起，对炎王帝君的看法也从传说转化为实质。炎王帝君这个名号对我来说，有时会与祖父的名字连接在一起。看见帝君的名字，
我总会想起祖父，想起他书房里那些笔记。这份菜肴的菜谱是我从祖父笔记里誊写下来的，是一道他想试着还原的古菜。可惜那时菜谱不全，他一直没能成功。每次他试做这道菜，都会让我趁热品尝。啊，真怀念，就是这种味道啊。古菜，这道窝窝头历史这么悠久吗？我老爸也是从他老爸那里学来的，据说这道菜代代相传，已经在我们家流传好久了。我们家管它叫腊肉窝窝头，是民间小菜，做起来方便又好携带，特别适合在旅途中吃。来来来，啊，看到锅巴就想起来了，我遇到锅巴那天做的就是这道菜哦。遇到锅巴？嗯，我和锅巴是在一个山洞里遇到的。那天我到山洞里躲雨，看见里面有供桌，就放了随身带的腊肉窝窝头上去。后来我不小心睡着了，醒来时发现锅巴把腊肉窝窝头全吃了。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跟着我，变成我的家人啦。喂，别光顾着聊天，你们看那个石头爆开了。这是啊，锅巴，怎么是你？来来，看来你们已经吃上腊肉窝窝头了。大师傅，平稳了，快快看啊，这个造神像是锅巴的样子。是啊，毕竟锅巴就是你们要找的造神，炉灶之魔神。锅巴是魔神？来，你们问我是不是足够热闹就能唤醒灶神，我得说是却也不是。灶神从来都是顺应人们的心愿而行动的清明之神，对他而言，心愿与心血是不同的东西。心血是技术，是才能，是经验，可唯有心愿代表着人们心底最纯正的力量。厨王争霸赛固然精彩，其中包含的心血却多于心愿，只是心血还不足以唤醒沉睡的灶神像。而可卿方才吃到那道菜时，心中愿望得到满足，除去答案，他还得到了更为重要的，能让他仿佛与祖父并肩而立的美好回忆。这种愿望被满足而爆发出的巨大力量与灶神像共鸣，使得灶神像以从前的模样重现人间。当然了，灶神本人肯定不在神像中，谁让真正的灶神就在大家身旁呢？哎，看见自己全盛时期的神像感觉如何？你看他还是那么威风凛凛啊。全盛时期？等等，锅巴怎么了？难道锅巴以前和现在不一样吗？他呀，以前是璃月的土地公，如今是你的锅巴。只不过从前那个他所拥有的智慧与力量全都献给了这片土地。魔神把力量献给土地，我听过这种说法，可是到底要怎么做？一片土地所面临的危险与考验远比你们想象中更多。大旱、洪涝、暴雨、飓风、地震、海啸、火灾、恶疾，璃月大地上灾难从未彻底消失过。过去不曾出现的麻烦，日后也会诞生。凡人又无先驱，最受这些因素影响。曾经是他陪伴你们走过荒芜的平原，来到港口，造起民房，生起炉火。
是他亲手点燃璃月第一盏夜灯，让饭菜的香味飘入千家万户。你们不再记得他了，但在你们还认得他的时代里，他是最最亲近人的仙人。炉灶之魔神马克修斯诞生于石块碰撞激出的火星，他司掌炉火与名声，是一位喜爱人类的魔神。千年前，古人扩建城市，到平原上建立聚落，取名龟离集。灶神西护名声，化出分身潜入千家万户，帮着生火做饭，助人团圆。然而一场洪灾夺去了家园，大水毁灭了龟离集，居民被迫南下迁回离月港。路途虽不很远，途中却有狂风骤雨，仙人护送民众走了十多天。期间灶神制作出一种古老的美食，由馕与能驱湿驱寒的肉酱组成，易于携带。后来数百年，大地上有灾难与疾病，灶神不再频繁出现，而是将全部力量汇入土地，用以平息种种灾害。耗尽力量的灶神知性大减，身形也变得很小，最终与我们告别时已不足一人高。他将带来幸福的菜式与炉火的奥妙告知帝君与我，自己去往山林，久久地睡去。灶神此行此事，锅巴便诞生了。醒来那日，他吃到黄衣女孩做的腊肉窝窝头，虽记不得往事，仍被打动了，决意要跟着这个女孩。灶神悄然消失后，每天清晨商贩早早地开始摆摊吆喝，人们外出采买，生火做饭，与过去每一日并无区别，因为璃月啊，从来都是如此。风雨犹住，山海同欢，是成天地之佑。星移斗转，沧海桑田，烟火人间依旧。功名在我，百岁千秋，无忘秉烛夜游。今古诸事，激荡中流，宏图待看新秀。你跟我们提过，吃喝原是人间盛事，因为吃要吃最好的灵气，喝要喝天地之精华。你说这是顶顶重要的事，人生在世得吃饱肚皮才好赶路，吃喝一事可小也可大。说小，可取一捧粟米肠及时尚甘泉水；说大，可取一壶星月饮，行千年人间路。老朋友啊，你沉眠的这段日子里，璃月已经变得这么繁华，这么漂亮了，你高兴吗？锅巴，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来，
他已经不是从前那样了，变得连话都不会说，没办法告诉你呀。锅巴，你，香菱，不必难过，香菱，凡事都有两面性。锅巴虽然知性不比从前，却也抛却烦恼，真正做到了无忧无虑。在这天地之间，哪有绝无烦恼的人呢？我们拥有知识与头脑，自然会为种种事物困惑。但他比我们走得更远，既有智慧，也有胆识，拿起过，又放下了。如今这一身轻松，是他正在休息的证明。你若待他好，更要多照顾照顾他，与他一同走走跑跑，吃喝玩乐才是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做的。香菱，你是个有仙缘的人，锅巴跟着你是对你的认可啊。刚从漫长睡梦中醒来，就在一份腊肉窝窝头里找到了熟悉的味道，即使那么久的时光，他也还记得自己发明的菜，并认可了你做的这道菜。是啊，吃家乡菜就会想起家乡，就算记不得从前，锅巴吃到你做的菜觉得亲切，才跟着你的。也许就是你让灶神头一次体会到了作为纯粹的食客的快乐。你真的是个好厨师。要真是那样就太好了，因为为食客带来笑容就是我们厨师的使命呀。好了，时候不早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得同各位告辞了。旅行者、派蒙、香菱，谢谢你们，等有时间我会再来找你们的。虽然老爸可能已经听说了，但我也得回家包个鞋。哦，说来大师傅好久没去我们家吃饭了，不如一起回去吧。老爸一直很记挂你，老是让我请您去家里坐坐呢。哎呀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走吧，慢慢的走一走这条老路，到山下去，看一看城里的大家都在忙些什么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又在搞什么？这个还是让我来吧。喂喂喂，不好，锅巴跑了。喂，是你啊，久违了，老友。喂喂喂，哎呀呀，你也在这里散步吗？时节刚好，理应外出走走，等一桌美食。走走好啊，让咱们有缘见见你。锅巴虽认不得你，每每见你也都分外高兴呢。锅巴不记得很多事了，却依然能感受到熟悉的事物吗？友情一世，原是经得起时间的。旅行者，逐月一词你认为如何？举头望明月，万般感怀皆在其中。此情此景，犹如天星照我，愿逐月华。感故人之恩，成旧友之情，追千古之意，还千秋之诚。以上种种，谓之逐月。老了，看见什么都觉得唏嘘，看见孩子们却觉得非常的美。茂盛的生命力像从大地之底奔涌而出，分明是存在了千万年的古老土地，仍是如此耀眼夺目。旅行者，有你见证，这逐月节也有意思了许多呀。让香菱沏一壶茶吧，
茶慢慢喝，我们慢慢聊。好像吃太多了。